十点，五洲制药独家保镖。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飆股俱乐部，我是固德投顾总顾问汤顺奎汤老师。那9月27号台北股市依旧是叱咤风云，那最低跌12点，最高涨76点，那收盘涨60点，成交量1228亿，那相较于昨天的成交量它有补量，那我讲过有补量它就会往上走，那也就是说它还会持续挑战前一波的一个反压区，在这里补了哈，那我昨天跟你讲过，它要补量，那今天有没有量？量不量有关系哦。好，那今天有成交量有放大，好，那我还是看法没有改变，资减券增必大涨。从这里，底价，我来跟你讲啊，多头运营线，所以你买我那本书啊，葵花宝典那本书啊，实战的啊，外面买不到的啊，葵花宝典，我里面就跟你讲多头运营线，长黑下来之后，多头运营线。它的目标区底价，那目前来看啊，它一路过关斩将，势如破竹，它已经来到三分之二了，已经来了三分之二，所以我看法还是没有改变。那在操作部分啊，给我飆股其余免谈。那很多人投资朋友此时此刻还是一样眉头深锁，那还是一样深陷泥淖，还是一样满手电子股。电子股不是不好，潜藏即止，有波段的，波段的比较不好找。好像波段的，我跟你讲过，像这档股票，今天再一次破低，它叫做沉寂。第一波啊，你看你没有来。第一波你会发现它向下齐形整理。那齐形整理之后，什么时候会齐涨？你有沉寂这一档股票的哦，该怎么处理的？该怎么做的？什么地方是加码点？打电话进来问。你会发现它是波段的哦。另外一个，给我飆股其余免谈。那很多投资者在此时此刻，老师啊，这怎么去找飆股啊？昨天我还是要跟你谈观念的问题，观念一通财运亨通，观念一通啊，它半步如雨治天下。美国向全世界宣战，打开了所谓的贸易大战的序曲之后，那什么叫贸易大战？就是国与国之间啊，进出口的一个调整，你觉得卖我东西贵，我就给你磕税，你很有竞争力，你便宜卖我，卖到我这边来，我给你磕税，比如说你100块卖给我。我卖给你呢，很便宜。可是你卖给我很便宜，对不起，我卖给你很贵，然后你卖给我东西很便宜。那很便宜呢，那会影响到我国内的一个所谓的同样的产品，比如说一辆车，同样是一部车，你卖到我这边来，你只要80万，那同样一辆车呢，我没有竞争力，我可能只要，我可能这个没有竞争力的关系，我同样80万，但是你很便宜。你成本很低，我就给你磕税。不然的话，你同样的东西功能差不多，你就进来之后你会很有竞争力。我就必须把你磕税，磕完税之后让你变成100万。所以你会发现他就要开始瞧这个所谓进出口。那既然叫中美贸易大战，全世界都觉得会有影响，我觉得还好，因为全世界景气都在复苏。美国为什么胆敢与世界为敌？因为他景气真的很好。而今天的景气很好，不是我汤顺伟今天才跟你谈呢。你看一下美国失业率，经济成长强劲，我之前就跟你讲过了，跌破4%，整了一个黄金交叉，你看，整一个好字了得，所以全世界资金啊都往道琼跑。你看一下，所以我之前也跟你神准的预测，道琼一定会创历史新高，有没有创历史新高？我汤顺伟说了不算，你看有没有创历史新高？有没有啦？老师啊，创历史新高，对啊，你都也要讲啊，我不是今天才跟你谈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地方要整理六个月，有没有整理六个月？有嘛？整理六个月，有没有四重底成型之后，你看这条线我都没有改变啊，对不对？我现场给你画了，我说突破这个所谓的压力线之后，它就是支撑，有没有？那条白色的线有没有看到？是不是支撑？老师啊，真的支撑了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势如破竹，头也不会再创历史的新高。全市场啊，解道琼最准的投顾老师啊，我说我第二啊，第一个不敢站出来，而且我跟你验证，不是今天才跟你谈呢。16000点验证到两万六，两万六之后我就跟你讲过，它要回档整理，有没有？一个整理，我说六个月，果不其然，乖乖的整理六个月之后怎么样？我说它突破颈线喽，突破压力线之后，它叫做支撑，突破之后果然一路过关斩将，再创新高，再立新高，持续挑战地吸引力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那
肉肉等够哈里贼，要跟你谈什么？那既然中美贸易大战，美国跟全世界贸易大战，很简单嘛。那个有进出口关系的人就不要，那个产业就不要碰嘛。比如说美国下单，在大陆接单，好，因为大陆成本比较低，然后再回销到美国，像这种的就会有影响，哦，就会有影响。那可能就要以后呢，就川普的目的很简单，你之前跑去大陆设厂，然后又很便宜卖回美国，这样就不行。那要怎么办？所以这些厂商啊，都会回到美国来生产，为了降成本，为了避贸易大战。所以这个川普这一招啊，厉害，我讲的是真的。而这句话我不是今天才跟你谈啊，半年前就跟你谈了，两三个月前就跟你谈了。他要调的就是这个嘛，出口进口的问题嘛，贸易逆差嘛，念贸易逆差我都跟你讲啊，贸易逆差嘛，他把它调整，你进口到美国啊少一点，那我美国出口到你大陆啊多一点，他调的就是这个啦，就这么简单，没了。观念一通，财运很通。观念一通，半步轮椅治天下。那选股应该怎么选啊？给我标股，其余免谈。老师啊，那电子股就拍走了，那你就不要做电子股啊。你做美国的内需股嘛。我都跟你讲啊，美国的内需股嘛，大陆的内需股嘛，国内的内需股嘛，政策做多嘛，风力发电，我都跟你讲啊，有够。来，我们一一韩信点兵，踏雪寻梅，我们亦步亦趋，暗藤摸瓜。比如说这档股票，内需股，综合纺织，国内的资产概念股，27块跟你讲，我说风云再起，风云再起，32.8块，开始整理哦，人看涨，再来一次，哎，底部成型哦，啊，又开始人看涨，30块，今天亮灯涨停板，31.6块，不睡吧。相较于电子股，为什么它探囊取物？为什么它怎么样如鱼得水？我看牌我都没看哦。电子股好不好做？一档一档一档的破底，你认为是底，它还会再破。假如说空美股棒没错，再看一遍内需股综合纺织。同样，你觉得是我们同样来摸底，电子股一直破。奇怪，他老师跟你讲的综合纺织，它就是不会破，底部成型，今天亮灯。是吧？又是公开验证，又是无话可说，又是讲在前面，验证在后。我住长江头啊，你住长江尾，共饮长江水，日日思君啊，却不见君。这是啥？这是几年？电子股啊？再来，国内概念股部分，我讲过了，你看一下，政策做多，政策做多，国内内需，国内内需股，政策做多。对吧？政策做多，那风力发电就是政策做多嘛？我跟你讲嘛，啊，而且我贴又是贴都没贴四季钢，啊，它是做风力发电的水下的那个建设，哦，就是风力发电啊，上面那个 propeller 下面一根条啊，下面通道插到海里面那一根啊，就是它，哦，水下建设就是它，那个要相当高的难度啊，而且要防海水啊，防盐分啊，需不需要技术？啊，出现也跟你讲，买回来也跟你讲，仍然看涨。相较于电子股，一路一路一路破了又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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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爱的同志们啊，如果我把它盖起来，说，欸，老师啊，这是 IC 设计哦，老师啊，这是被动元件哦，老师啊，这是 MOSFET 哦，不是耶，四季钢，拜托，你看都不想看的什么钢铁股。就是政策做多嘛，所以你观念一通，财运亨通；观念一通，半步轮椅治天下。国内的嘛，国内内需嘛，政策做多嘛，是不是选股方向逻辑出来之后，哎，选股赚钱又是探囊取物。你不要去选那个哎，中美贸易大战的有问题、有疑虑的相关产业。大同为什么会怎么样？董监改选嘛，十一月公司法173条之。二，持股只要超过51%，大于51%，老板就换人了嘛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大同条款嘛。所以你就买这种股票嘛。董监改选题材，什么叫董监改选题材？市场派跟公司派去抢股票，
这跟中美贸易大战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你买下去之后会不会如鱼得水，我说了不算，又是公开操作，贴都没贴，能救几个算几个。我跟你讲过，我们老板学佛的，你看36块，38.3块，看法不变，老师没动啊，今天39.4块，欸，老师啊，也赚钱呢，啊，礼轻情意重，虽然是这样，36块涨到39块，也是赚钱呢，相较于电子股，一路破了这腰斩。是不是观念一通财运亨通？是不是观念一通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？朱颜持镜，花持束，最是人间呐，他留不住。那另外，我讲过了，国内内需的题材之外，你要注意美国内需的题材。美国内需就是说，在美国有设厂的相关的公司啊，它就不受贸易的影响。所以呢，大成钢就是景气复苏，大成钢是做不锈钢的。不锈钢是高级钢，景气复苏的时候高级钢涨最快，哦，一定涨价。再加上它有减税的题材，川普减税还记得吗？35%降到21%，光毛利率就增加14%，有什么比这还好赚的？当然好赚了，而且它是最大的厂，在国内最大的不锈钢厂在美国，好玩了，35块，又是贴都没贴，又是清汤挂面，也是一样，啥的高高，我去嘛跟你讲，40块。43块，有没有？我可以我马跟你讲，做对股票，站在趋势的浪头，就是乘风破浪，就是过关斩将，就是一路头也不回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持续挑战地心引力，亮灯涨停板，接手全市场的目盈不目送。老师啊，把名字盖起来。老师啊，这个 IC 设计好标。老师啊，这个被动元件好标。老师啊，这个 MOSFET 好标。不是哦，你搞清楚哦，它叫做大成钢啊。所以观念一通有没有财运亨通？我汤顺奎说了不算，你自己看，朱也跟你讲，不要追了。这是除全息之前的，除全息之后，大成钢再来一遍，就很好玩嘛。你看除完全息了嘛，再来一遍，43块，钱难赚啊？钱会难赚吗？你的电子股很难赚，49.9块，他一路过关斩将，40破竹，头也不回，55块。相较于很多的电子股，一路上穷碧落，他下黄泉，吃不落，睡不起，放不存，一路一片哀嚎。天涯流落思无穷，既相逢啊，却匆匆。我手里抱现金呢，这是啥？这是钱呢？第二波的操作，第一波不来，公开操作，第二波又不来。你一介凡夫如我，帮不了你。哦，你会发现这些我都是怎么样公开操作给你看。另外还有内需股，内需股里头，大洋 KY， 大陆的内需股，来，大陆的内需股，刚刚介绍国内内需、美国内需、大陆内需。好，大陆内需呢，大洋百货，11长假，10月1号还没来之前，8月底我就跟你讲过，也是贴都没贴，31.2块。所以什么叫做准？什么叫做大赚？我汤顺奎说了不算。什么叫做专业？我汤顺奎说了不算。10月1号还没来嘛，所以忘记在后嘛。11长假概念股，大洋百货嘛。你看我们是赚钱不出，你呢？相较于很多的电子股，一路上穷碧落他下黄泉，选错股票啊，跟着苍蝇啊。你现在是不是在厕所？跟着蜜蜂，他有没有让你看到花朵？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劝君多采撷。大洋它最相思啊！这么多标股，是不是观念一通？都是内需股，都是内需股。你看，我终于现在跟你讲我的选股策略之后，你恍然大悟。老师啊，你之前都没讲啊！哎，你不是我的会员，我怎么讲？你是我的会员，我就跟你讲，中美贸易大战，你就玩这个什么？美国内需股、国内内需股、大陆内需股。你是我的会员，我一定会跟你讲悄悄话。讲完之后你恍然大悟，讲完之后你大梦初醒，讲完之后你大买500张500万，把大盘走势远远的抛在脑后，根本不管什么所谓的美国贸易大战，不是吗？赚钱啊，探囊取物。你到底要跟谁做？老师啊，钱好难赚。老师啊，会费的问题，会期的问题，没有信心的问题，大红大紫。我说你要把握机会。有没有一样？这个是大陆内需，大陆内需股算大陆内需股，明年的产业
有没有？今天又创短高了，有没有？今天又创短高了，已经涨了将近一根停板了，一根半哦，啊，大红大紫，再涨一根停板了，我就公布，那又如何？跟紧，跟着蜜蜂找到花朵，跟着苍蝇，你就在厕所，啊、哦，会费会期的问题，我在等一档股票啊、哦，买点还没到，所以我今天没盖牌。我希望他拉回，拉回我再通知你啊、哦。但是你先把手续办完，这是你的当务之急。跟对人呐、啊，正本清源之道。今天不管参加哪一种，只要你跨出第一步，你只要有心呐、啊，有情种子啊，地上种；无情土地啊，自然会开出有情果。只愿君心是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泪。哦，你只要跨出第一步，跨出第一步，一世成主顾。不管你参加哪一种，我们一律开放尝鲜价。只有100个名额，广告中的电话，如果电话很难拨，想尽办法拨通他。进一段广告之后，我们回到现场来。自从生了妹妹，我们家凑成了一个好老公，就希望成为超人，努力赚钱的超人。气人生基金，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同步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期指多空双向，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。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，富德同步致富专线02-2578-3000。雲霧候補茶葉を粉末状に砕き磨く茶油を注ぎ雲霧がお茶を生かす、はあはあ、原萃他的房价 Hotels Combine 价，他的房价 Hotels Combine 价，找饭店当然先上 Hotels Combine。 Hotels Combine肯德基花生培根卡拉鸡腿堡，香醇花生颗粒，嗯，浓郁过瘾。花生培根 XL 套餐，嗯，挡不住的重量级美味，纯智慧为了无穷。你知道吗？雀巢可可切片添加全谷营养及美味可可，让你开启美好的一天。雀巢早餐切片，每天营养的开始。超高龄社会来临，日本百岁人瑞创新高，前进日本看在地老化，借户保险如何落实？失速老化从日本看台湾，9月29号周六下午1点，中视60分钟。太熟了，熟吗？认识吗？我就把他办了贷款啊，办了70万，就给他一个月，他就已经卷款逃跑了。每周六下午2点，改变的起点。有没有观念一通财运亨通？观念重不重要？观念一通财运真的亨通。那大盘的部分我还是一样看法没有改变哦。最近台币开始升值哦，所以台币要过前高啊，你要注意哦，台币会升值。那台币一旦升值啊，你要注意哦，哦，那电子股就要小心了，会对损失的问题。好，那既然台币要升值，那股汇市是联动的。台币升值，我跟你画的这条线不是画假的哦。股汇市是联动的啊、哦，如果要突破新高，台币持续升值，台币持续升值，那你觉得电子股应该怎么做？你有电子股，你今天有电子股该怎么办的？不知道怎么办的，打电话进来，陶老师跟你讲该怎么办啊、哦。那如果股汇市要联动，因为台币已经开始升值了嘛，那你电子股要不要换？等一下，我跟你讲电子股应该怎么做。所以我说，之前我跟你预告加，短线部分它已经完成2/3的任务，它即将挑战反压。所以这里我跟你讲，台币要升值，一旦还是持续升值，股汇市联动就有机会突破这个所谓的一个反压。重点是你要看台币的升值，
重点是筹码也沉淀，资减券增必大涨，融资大减，融券大增。那一一的验证，你就不要再做验证了，你亦步亦趋，随势而上，脑袋不要死死的，观念一通，财运亨通，观念一通啊，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，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的人啊，你就101招在台北股市，死抱活抱，吃不落睡不起放不出啊，换了，做错股票要换，莫向外头看，回心啊，即是佛，手把青秧插满田，原来后退是向前，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的人他永远就是只会买不会卖，死抱活抱，然后呢抱怨怪川普，怪中华民国不护盘啊，一万点要护什么盘啊？你从来不会怪你自己啊，脑袋要换，你不愿意换了啊，那你就接受全市场的考验。来，大陆长假11报道，12档阴财神股放大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大阳？是统一超啊？这就是我跟你讲的啦，大陆内需嘛，你就去做这个嘛。说中美贸易大战好恐怖啊，那我们就来做这个啊。国内内需股，国内内需，美国内需，大陆内需，哦，你锁定这个目标啊，我们来看看会不会赚钱。来，刚刚跟你讲大陆内需，对不对？11长假概念股统一超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在 LINE 里面直接讲到，你有加入我 LINE 的，你有加入我 LINE 的，哇，我讲嘛，301，哇啦，我讲统一超，我名字汤中伟倒过来写，301、328、330、335、344、347、353。你看这无赚钱，你家己去弄病，好不好？我厝我拢甲你讲，369，回首来时萧瑟路，君自故乡来啊，应自故乡事。啊，出完之后，你看钱到底应该怎么算？大陆内需概念股，对不对？大洋百货，哎，老师，大陆内需对啊，大洋百货啊，31块，而且贴都没贴。我们老板学佛的，我就跟你讲，能度化几个算几个，能救几个算几个。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啊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它亦非台啊，赚到钱啊，什么问题啊都不是问题啊。相较于很多的电子股，一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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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观念重不重要？你终于恍然到，难怪老师啊，你就做大陆内需概念股、美国内需概念股、国内政策做多内需概念股，跟贸易大战什么事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刚刚跟你讲大陆内需，现在讲国内内需，董监改选题材跟中美贸易大战没关系了吧？哎，老师没关系哦。好，那就对了，你就买啊，36块，看会不会赚钱？38块，38块，39块4，嘛是好你谈啊，董监改选大战啊，你就买，坐山观虎斗嘛，啊，就足简单的啊，人家帮你抬轿啊，钱就这样赚了。啊、哦，另外还有一个内需概念股，资产题材，综合纺织，啊、哦，其实它题材不是这个，不方便谈，啊、哦，反正不管了，内需概念股，不能跟你讲太多了，你不是会员，今天亮灯了，你看，相较有很多的电子股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今天亮灯，无睡吧，睡，有你会发现我最近都公开操作，能救几个算几个，能度化几个算几个，那电子股啊，不是都不能做。好，电子股不是都不能做，你看我怎么做。昨天跟你讲我买进大禹资，对不对？128，好，今天就出了，对不对？140几块，142块附近，140块附近，短线如果不出，你看你就不发现电子股如果不出很快就没了啊，到时候鸭子就肥了，也就是说短线保护长线，哦，现在没有长线了啦，长线怎么样不知道，中美贸易大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电子股比较容易受中美贸易大战的影响，哦，30块9，309环球金，看我们怎么做，哦，9月21，当天买当天涨停板，有图有真相，买完之后呢，9月21第二天就出清了，拉到快涨停板，一大堆老师跟，一大堆老师在讲，我们拉到快涨停板出清，10.08，6488环球金获利出清，资金这一档做转线，把钱放进口袋，收起来，半支停半，一支停半，按了一支半，15%，收起来，100万变115万，1000万变1150万。你看，如果不出，当天就下来了。如果不出，老师啊，出的漂亮，够水准，够专业啊。
钱就是这样赚了、啊。电子股就是这样玩短线的、啊，就如同之前我也跟你讲过，这档股票短线，环保活动资源回收资源，我跟你讲不？讲完之后买完亮灯，出尾跟你讲，不出的话，不出的话，你看电子股回档的速度多快，如果不出。老师啊，你买的够专业够水准。对啊，你都也要讲啊。花开不同赏，花落不同悲。余闻相思处，花开花落时。电子股就是做短，短线你可以保护长线。所以你有电子股，你还死抱活抱，表示你不会做、啊。世纪钢、大成钢就不讲了。跟紧哦，还有股票的，很多人最近都在烦恼会费的问题、会钱的问题。我讲过，你在市场上缴的学费啊，绝对比我汤淑奎的会费贵好几百倍。是你会算，还是市场会算？机关算尽太聪明了，反而又误了你亲亲性命。创新高了啊！脚、哦、步跟紧啊、哦，跨出第一步。只要你愿意跨出第一步，你只要有心呐、啊，药医不死病，佛度有缘人。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的人啊，永远听不懂。会费的问题、会钱的问题。跨出第一步啊！今天帮你解决了啊！一世成主顾，跨出第一步，尝鲜价，只有100个名额，不管你参加哪一种，一律让你开放尝鲜。好、啊，广告中的电话，如果电话很难拨啊，想尽办法拨通它，物质抵制不来，是无有标股以待之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一半的时间在学校，一半的时间在家里，在家里一半的时间在看书，一半的时间在耍白痴。喝饮料呢，一半喝梅子绿茶，一半喝白桃红茶。我最喜欢哪一半呢？是胖迪啊胖迪的白桃红茶，还是神秘啊神秘的梅子绿茶？你猜啊，古道白桃红茶，梅子绿茶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同步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旗帜多重双向，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。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。富德同步致富专线02-2578-3000。你已经找到想要入住的饭店了吗？快来，在付款前上 Trivago 找找，是不是可以在别的地方用更便宜的价格订到找饭店 Trivago。 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同步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。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。富德同步致富专线02-2578-3000，02-2578-3000。特力屋周年庆，换新卫浴，改造厨房，我家老公真有一套。特力屋全馆满2000送200。特力屋。缓降型静音马桶盖，特价399哦。统一阳光陪你跑出更迷人的自己，从今天高鲜每一天。统一阳光高鲜豆浆。同一间饭店价格都一样 ？No。同一间客房在不同网站上会有不同的价格。Trivago 及时比较所有网站，用划算的价格找到你理想的饭店。找饭店 Trivago。伯母，日本好玩吗？好玩啊，每天都走了好多的路。他呀，每天都破纪录呢。哇哦！谢谢正午的推荐，我又能走长路了。我吃的葡萄糖胺为什么没有效？换这个，它多加了龟鹿双宝，结合中西的配方，双重功效。天地合补葡萄糖胺饮，改变了我的生活，全世界啪啪照我。